那现在在打坐这些方法上面，是不是要找一个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，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去找对应的一个方法？其实还是你不了解，比如说睁开眼去修法，不是说看见了让你们看见，我这个修法上你立就立在你一定要你已经看见了，还装没看见，还要努力的把它降服，是坐在那身心清净，跟看见看不见无关，知道吧？跟眼睛无关，只不过是你睁着眼闭着眼的问题，你坐在那修你的，全世界跟你无关，所以没有所见能见这回事。就是说眼睛只不过是你选择睁开眼，你要觉得你已经看见了，你已经妄念一大堆了，你只是在那降服，我没看见，我没看见，我们这个是修错了，这不是累啊，这是修错了，是吧？没有能见所见，因为我们最后是降服能见，因为打扰我们的就是能见的跟所见的嘛。我有一个我能看见你骂我，我能看见你批我能看见你在那儿哼哼的吼邪的这样子。有一个能见的我没空，有一个所见的境未空，这两个东西让我们不断的轮转生灭烦恼嘛。现在能见的所见的你不动，是吧？你能见的也长在这，也住着没掉嘛。那所见的境也摆在那儿，但是呢，佛说这两个都是你妄想导致的，是吧？你妄想导致有，你知道导致的并不是妄想导致了那个事情的发生，是你能见的这个眼珠子，包括所见的境，都来自于你本性的妄想。你要知道你有一个空性在这里，这两个能见的跟所见的境，就像如果把空性到大海，就像大海上两朵浪花一起升起来。所以现在要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去修行，是让浪花落回大海，知道吧？好，那你就是不动，知道吧？你只是修不动，跟能见所见没关，跟你眼睛无关，你只是选择睁开或者闭上，其实都一样，也就不累。中医啊，中医啊，中医。哦，你闭上眼睛也行，但是对佛学的教义来说，睁眼闭眼都不重要，都不重要，因为睁着眼这样子发呆，其实睁着眼不如如不动，但是他的跟发呆是你没念了，无念了。是吧？你知道，修行的打坐，它不是发呆，它是那个能量全部很景气的，就像那种我经常说，它那个状态就像麋鹿青鹰，那个鹿王不是站在那种很高的山上，就是那种鹿群赤照的时候，它就站在那儿怕老虎过来嘛，它就站在那儿，其实没老虎，它但是始终很景气。其实我，但是我说这个景气，大家就会、有点紧啊，就是会放不松。就是他的神全是凝的，你要发呆，这个神是散的，知道吧？心神是散乱的，就是呆呆的、疲沓的。但是如果我是在修正，我就这样子，我也没有能见的，也没有所见的，没有能见的，也没有所见的。好，那我只是长了俩眼珠子，是吧？摆设而已，是吧？那么我的心不如如不动，但是神是凝的。他，你不要管他凝在哪里，他是神是凝在你的身体上的。可以凝在中脉上，可以凝在每个脉轮上。刚开始如果你一定要有个落处的话，你杂念多嘛，有个落处，那你可以一手某个部位。但是如果修行已经没有杂念的话，你就一下子就静下来凝住了，而且你也不知道凝在哪里了，甚至你分别不出内外了，对吧？没有身内身外这种内静外静，马上就是这种状态，这个是随着时间就可以。就像我们说修觉而不动啊，我们在这边修觉并不是让你去能觉个东西，你去觉出一个东西你不动，这个太累了，你已经觉出来已经乱动了，是吧？修觉为啥他前面就不是说直接说你修不动好了，他要觉而不动是你不动的时候你也不能要变成石墩，知道吧？否则街上的石墩就成佛了，你成不了，人家做的多好啊，是吧？门口那个什么佛像你看石墩嘛，人家肯定不动，你让他读的是吧？他就是说他会修觉的，只是让你不要那样子修，相对于那个草木顽石那样子建立起来的概念啊。那有没有说哪一个方法会更适合自己，是在你对治散乱的时候，没有太多的说是哪个方法更好，对治散乱随便用了，念佛号持咒，因为刚开始你还散了一大堆，用二十七很重的时候，我建议你随便抓，就是工具多一点，这个不行换那个，
多学几个小法门，因为你看常见的市面上常见的法门就是念佛持咒，一手脉轮内观，就是还有就观呼吸陪呼吸，念数数数，什么也有数绵羊的、哦、然后就是各种，就是他不过就是一念带万念嘛，就是专注在某一个地方啊，或者是修耳根，修六根的耳根圆通啊，眼根圆通，佛不是让你修耳根嘛，还坐在声音啊，闻听上啊，哎，不是让。这样说只是这样，比如说安住在闻，能闻跟所闻是安住在闻听上，并不是让你听到什么声音压住不动，是没有安住在没能闻跟所闻这种状态叫安住在闻听上啊，是吧？大家一说闻听，脑子里就有一个声音的像，有一个能闻的你，你的耳朵跟声音，这不是安住在闻听上吗？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也没有能闻的，没有说先安住在这种直觉上，嗯。如如不动，先安住下来。如果你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那释迦牟尼佛推荐就是从六根入手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的他说你是我们的世界众生烦恼，这些世界众生众生相的来历，是因为你无明一动嘛，妄念而产生的最初的本源而人，是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因为无明一动产生了，就是说你的身，因为有现在有你那个六根嘛，你才有很多烦恼，很多轮转啊、是不是？那么现在说你声音实有嘛，说你声是因为你的妄念嘛开始的，那么灭除色处从你六根入手是最快的，所以他推荐耳根圆通，是最快的，那耳根破你的分别执着，他认为最快成就正果最快。嗯，我在你网站上有听过，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方法，这边是多讲。嗯，马上会有楞严经讲义里边会讲啊。耳根圆通的修法，但是因为大家在以前都修止观嘛，很多已经是有观呼吸啊，止观已经修得很好了，直接借鉴到耳根圆通，因为止观也不过就是停下妄心嘛，停下妄心，它肯定耳朵也不分别，鼻子也不分别，嘴巴它六根一起圆通，是吧？它是一样的，哎，嗯，耳根不过是刚开始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刚开始你太散乱了，就是刚开始你太散乱了，佛说你从一根深入好一点，就是开始太散乱，比如说。你念咒，你把声意念放在咒语上，这个不过放在闻听上了嘛，是吧？你坐在这儿，你看你现在只能听到我说话，因为你的心不在闻听上，你只是听我说话，是吧？现在你在分别我说什么，因为否则我们没办法交流，是吧？那现在外边有很多声音是收摄不在你耳朵里边，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坐在那儿，声音就多了。一会儿空调声，一会儿墙的是什么什么乱动啊，马虫子地上爬，各种声音。就有的本能的你能反应说，哎呀，这是虫子；有的本能的反应不出来，但是你不用管，不用跟着跑就行了。但有的本能的你就起反应了，这个本能的破需要很深的定态才能破完，就是从一门深入，就一个根开始练了。这个是从反正从六根入手比较快，我认为，嗯。而且在进步的时候，就会你会觉得就是有收获，很快的就清净了，有收获。嗯，曾经体验过在打坐的时候。嗯，因为你有内外之别，现在因为内境跟外境能听的，比如说一个有我，一个有外境嘛，内外之别，比如能见的所见的，能闻的所闻的，能尝的所能嗅的所嗅的，六根有你有一个你跟外境嘛，所以你才能出去进来，如来是无所出无所进的，是吧？你有个内外，因为有内外之别，但是内外之别是你分别妄想产生的。所以你觉得你生死跑出去了，在三界转悠啊，或者是什么？所以修正到最后，不是说你是个三界吗？你跑出去还不在三界转悠，还不是在自己那儿转悠啊？但是刚开始达不到这种境界，因为我们虽然佛反复的说这个肉体不是你，但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肉体很重要，因为觉得这个我受苦受难还不是这个肉体在受啊？我现在不爽，我现在不自在，我也是这个东西不自在，嗯。但是在认知上，意识层面的认知上，对我有很大。你不能说是只是个肉体，因为我叫你名字的时候骂你那个名字，你也很伤心。我又没骂你肉体，是吧？我只是骂你那名字啊，你都觉得很伤心。然后当你知道是骂别人的时候，你觉得因为同名同姓嘛，你会觉得很开心，觉得哦骂错了他，是吧？我理解错了，为什么一个名字都让你伤心？所以你对我还是不只认为只是个肉体啊？你还认为他有个名字啊，
是吧？或者骂你爸，你也很伤心，你觉得那我爸跟我也有关系，我妈也有关系，所以你这个我的范围还是蛮大的，知道吧？你在国外有人骂中国，你都很生气，因为你是中国人，是吧？那中言的中国人，是吧？所以你这个我越来越大，不知道有多大，这个我是吧？但是根深蒂固，这个我虽然无量无边，但是不自在还是这个肉体不自在，所以先破这个不自在，是吧？受报还是这个肉体受报，是吧？先从这儿开始，先从六根的圆满开始。见闻觉知，你说是现在佛说他能看见常乐我净，我们看见就是五浊恶世，那也跟肯定不对呀，是吧？他长的佛眼，我们这个肉眼好像肯定是有问题的哦。那先圆满这眼根啊，耳根也不对啊，是吧？他听见一切声音都是清净无染的，我们听怎么老觉得有人骂我不高兴，有人夸我就挺高兴呢？我这分别从哪来的，是吧？所以耳根不清净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从六根的清净开始，圆通啊，圆通，而且它的圆通到最后是六根互用，达到这个根本无明才能断了嘛。六根互用就是眼根、耳根，就是最终全部变成一心，用心看，用心听，用心，就是六根互用的时候，你才能说我在用心做事，因为你才能启用你的空性真正的心，否则现在你就是用一个见闻觉知的认知来做事。你那个心是生灭的，所以你那个心没力量。你说万法由心生，我怎么生不出来？那个文字也生不出。你那个心，你是用认识、见闻觉知的认知来，你那个假心嘛，佛说，所以没力嘛，所以六根互用，六根圆通了，你才用到真心。那时候你就有力量了，但是不管怎么，在家里修正，如果你真的想在这条路上有所成就，或者是真的让自己自在寻找到本来的样子的话，其实就是坚持，我觉得坚持蛮重要的。其实法门也能学到，哎，不断的慢慢坚持，因为大家都是修修修，就算一直一个法门也是修了两个月三个月觉得没收获，就觉得疑惑了，这法门是不是不适合我？其实有时候还真不是，这真的是自己功夫不到。而且我们休息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天24小时，是吧？拿出2个小时休息，22个小时混乱散乱，还有习气，甚至是习气组织如佛说如瀑流，推动着你往龙转，你说怎么抗衡呢？是吧？有的执着我们还知道，佛说有的执着我就像早生发长的这种由因妄想，就是很就是有些妄想我们都不知道，是吧？和微细种子里边那些如瀑流那些妄想你都察觉不到，那这头发不在你身上，皱纹不在你脸上，但你就不知道它咋长出来，是吧？很多妄想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你不坚持修，你说我3天就能解脱无明，这个不可能。坚持坚持坚持，继续坚持，坚持了又坚持，哎，就时间短吧，最好就是一门深入。一门深入不是他佛学里边的一门深入，只是说学去一个法门，继续坚持下去修。你可以，我不是说一门深入，不是我说你的坚持是刚开始，比如你很散乱，很，那你多用几个工具，你用扇子也可以，用锤子、木啊、锤子、斧子、就是说钳子都可以。哎，对峙，但是这个用你哪个用也得每天做啊，对吧？每天修2个小时，每天修啊。